你看，一个越守分的人，一个越洁身自爱的人，一个越能够节制他的欲望的人，他到哪里都是受欢迎的，没有人怕他。一个很贪心的人，一个看什么都要的人，谁看了都怕，谁看了都怕。做一个人，如果你的欲望太让人家引起一种想法，说跟这个人，你只要接近他，你一定吃亏；他只要接近你，他一定吃掉你，你就什么诚信都没有，你就什么前景都没有了。我们不要，我不该要的，谢谢。我要的，我要我要的部分，我不会浪费。你到哪里，人家都不怕你，人家都欢迎你。来来来来，没问题，你就光分。光分，你又守正，而且很长期的是这样做，你就吉祥。然后利色大川，就是你不管到哪里去，你都会克服万难，然后获得很顺利的成果。